各位媒体老师，大家谢谢你。我们今天开这个记者会，其实我们这在不同的场合已经有四次的讨论会。我们在12月8号在台南的台湾前途恳谈会，还有12月22号在台北的恳谈会的另外一个场合，然后12月22号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名单上面个人社团在这边都有讨论过。那昨天晚上我们也有过一场的台派的聚会，这是市场大家都是非常的关心在关键时刻下任民进党党主席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在2020台湾的前景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刚刚台教会的赖正章会长有来这边他因为有急事先离开了那台湾的民主跌跌撞撞非常的新那经过马英九8年的非常民生凋敝痛苦的日子主权丧失的痛苦日子那我们好不容易搭上太阳花反服贸货贸的海啸潮有了完全执政的机会在这个完全执政我们感谢蔡总统启动了多项的改革但是仍然在2018的地方选举仍然大败可能在人事任用或者政策的处置不当我们知道在2016我们民进党当选但是在中央还是马兰南还是国民党在执政那个在几个改革尤其是司法改革没有落实没有做最好的陪审制或者是法官应对机制这些错用了部长尤其是在经济上账税都账物价也不平稳中小企业的经济让人民无感虽然他数据上说我们出招我们的股票但是人民社会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那尤其在他年改这个审议式的民主呢太久造成反改革聚集反动的温床又在国际方面两岸持续的不稳定军机绕台对于美日对台湾的善意人不敢回应因此呢许多次来蔡总统的民调非常的低迷大家都感觉到2020可能没有办法胜选我们记得在1999年民进党曾因为变局调整了他们提名策略那1月6号是我们民进党下任党主席选举这个是选举关系的台湾如何面对国际的新局因此对于如何产生能够胜选的人选呢这个背负的历史的任务也关系了台湾的安全所以我们在这个民进党党主席选举的前夕呢我们来再开个记者会我们知道社团和人民很希望知道的是民进党要如何带领台湾往哪里去台湾的价值台湾的主体意识台湾优先在哪里如何发展第二如何发展美台的关系那第三如何因应在经济和政治崩溃中的中国三四2020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他如何产生四如何按照民主机制
是民调加上党员啊的职权啊，如何带领啊整个台湾啊来团结？那我们希望说今天啊能够给民进党有个参考，希望说啊我们与会的来宾能够提出更好的建议。我先介绍今天与会的来宾，在我右手边是台湾教师联盟的小小理事长，然后就是永社啊，陪审团郑文龙理事长。再过去是我们非常知名的台大教授贺德文贺教授，再过去就是南社的秘书长陈峰伟老师，我的左手边是北社的李善进社长，再过去是中国人权促进会的杨建宏理事长，再过去台湾客社陈彩仁副社长，再过去是台湾北社的党员民进的党员也是北社社员。那我们接下去请李社长。好，张社长啊，各位在座的先进，各位媒体朋友，今天我们看到下个礼拜1月6号，民进党的党主席就要产生。像我们当然都不是民进党党员的哈，可能蛮多不是的。那我们的社团当然也不是民进党的互为的一个团体，但是民进党这30年来是背负的台湾人跟党员共同的期许，我们累积了多少能量，才有2次的政党轮替。那我们很清楚，2020年、2020年是台湾最关键的一个时刻，所以我们期待说，在民进党党主席还没产生之前，我们这社团祈求民进党党主席要在选举之前，各候选人告诉他的党员，告诉台湾人民，你要把台湾带往何处。我想民进党这2年多来的执政已经看出它的方向，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包含我们看内部对台湾主体的一个论述不清不楚的。像这一次冬奥证明的一个公投，是长期民进党坚守的证明制宪公投这个方向，可是好像跟民进党跟执政者没有任何关联。另外我们看到反核恢核家园也是长期民进党很重要一个指标，那这次的公投好像全部弃守，这个让我们感到民进党到底要把台湾带往何处。面对中国各种不同的挑衅，甚至于利用岛内的一些反动势力要瓦解台湾，可是我们看到民进党执政当中里面是不是有透过什么方式来处理？我看最近到蛮多不同政府机关去洽公去办事，所看到的里面99%都是中天新闻，包括警察局，可能营区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台湾的公务系统里面的机关竟然可以纵容我们的这些公务人员、军方、情报系统每天都锁定中天这种新闻，这代表什么意思啊？更何况现在也知道的，蛮多地方上的水果摊、小吃店、美容院、理容院、诊所等等，也比例很高都锁定中天。这民进党执政当中里面，台湾意识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倒退。在台湾这个势力里面，很多统一的这个想法，在透过各种不同的一个布局里面，让台湾更弱化。最近很多民调认为说，台湾既然它跟中国统一的比例逐渐的上升，这个对台湾来讲多大压力啊？对国际来讲，美国、欧盟、日本等等这些伙伴，看到台湾这个没走向的话，会吓一跳。可是我们真的关心这个，所以期待民进党党主席在选举前要把台湾带往何处。
对美国的问题、对中国会等等，应该明确告诉我们。那最重要的是，民进党2020年如何产生一个能团结台湾、团结绿营这些人来出现，打赢这个胜仗。我想，透过民主的程序，透过民调，透过什么方式，我们其实都认同，只要有一个最有胜选的人能团结台湾、团结台派的话，我想2020年其实也不用那么悲观。所以我们期待民进党党主席在选举前应该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是啊，谢谢。好，现在请杨宪荣女士来。谢谢大家。关键时刻下任民进党主席的历史任务啊，其实不是唯一一次我们要讲话的时间，其实这是一系列我们未来有可能下乡救台湾的行动的第一步。我们要提醒民进党，民进党在11月的这一次的败选之后所表现出来的，第一，没有能力啊，没有足够的执政的 capacity 啊。第二，他对于人民的声音的听不到，非常清楚的表现出来，甚至于我认为他的信任度已经在台湾人心中往下掉。所以简单讲，民进党现在要救自己，第一个事情是你的能力，你要重新证明。我们愿意给民进党这个机会。我们今天开记者会的意思不是要谴责你，是要提醒你当头棒喝。我们不是民进党水务组织，可是我们是有质有量有多稳，我们知道很多，我们在这里也不方便都一一去揭发你们这些党里头的人腐败。可是这是蔡总统以及新任的党主席，你们必须有节目，甚至于如果苏贞昌要出任行政院长的话，也必须知道，第一，在能力上要表现；第二，在获取民众信任上面要努力。你的能力现在已经直被质疑，你的信任度现在已经非常的低，而且像自由落体一样一直在往下掉。那我们要指出来，就是1月6号的这个党主席选举，是你有机会翻转的时间。可是如果这个选出来党主席只不过是一个选举机器，要支持某些人以看起来不够民主的方法去产生未来2020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你也等于是把自己毁了。我们要提醒的是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今天台湾的民主的确出了问题，出非常大的问题，不管这个问题是来自于这个境外的这种攻击、中共的这种阴谋野心，或是其他，或是台湾人本身有一些人的素质真的非常的不良，不管是出自什么原因，我们都还是相信一件事：民主生病了，要用更多的民主来医。我们是确信这个原则，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记者会主要就是在几个民主基本上如何充分表展现你的能力，跟如何获得民众信任上面提出了总共有6大问题。这6大问题，我们希望在这一次民进党党主席选举里头，党的主席的候选人呢，都要一一回答这些事项。因为这个事项回答，就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 capable person， 你是不是可以承担这个历史关键任务的人，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 test， 一定要回答。那当然2019时间虽然紧迫，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些这么多年以来这些台派的团体，老实说在政治上没有任何的好处，可是呢坚守台湾这个立场，这个立场我们不变。所以如果民进党在这一方面没有办法展现能力的话，台湾不是没人，我们会一一下乡去号召所有这么久以来坚持台湾价值、台湾原则的朋友，大家一起出现。所以民进党在未来不是没有压力，他会有很大的压力。
下乡救台湾，这是某种程度我的看法，是这是第一步。那未来我们当然对总统候选人的产生，我想适当时机我们应该会表达，好，我们也有强烈的意见，我们也一直在讨论这是应该是一个什么的制度。这不是民进党你内部自己的事，这是台湾人的公共事务，民进党不能把它变成你自己家里头的分赃的过程，或是偷鸡摸狗的过程。好，民主的诚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你哪个地方玩一些很不入流的方法来产生候选人，我们也都很清楚，我们都会一一指出来。所以这是民，我当然是认为民党内部还是有足够的有志之士啊，可以听得懂我们的话，然后去做该做的事 ，do the right thing， do things right。但是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我们很难过，今天民进党走到这个原因。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啊，我在这里提醒。善良的力量，这是台湾不死的香火，总是在这个黑暗的时候会闪烁发亮。这个力量在台湾全部的地方，我们会把这些不死的良心香火一一变成燎原，救台湾的力量。请民进党不要以为你现在执政，然后你可以为所欲。过去就是因为我们这两年来就是看到这么多的傲慢，所以呢让台湾的命运走到今天变成这么令人担心。不过我不认为太晚，一切都来得及。我们也呼吁民进党内真正爱台湾想救台湾的力量，在这时候适时的一定要表达你们对于价值跟正义的主张，不要所有的事情都变价格，不要所有的东西都在谈利益。台湾的价值，台湾最重要的资产是在我们不谈价格，我们谈价值；我们不谈利益，我们谈正义。就在这种最危急的时刻，谢谢。谢谢。我们意思说，绿色执政品质保证，但是啊，民进党累积了四五十年的能量，为什么在两年时间就被玩干净了？所以呢，这个是变局啊。我们记得1999啊，林英雄主席啊，因为因应不同的变局，不同的做法啊。我们现在，我们2020，我们在过几天选出来主席，我们当然要不同的做法啊。但是我们是民主时代，我们希望他能够一套非常完整的民主的程序来推出能够胜选的候选人。接下来我们请萧理事长。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其实对于开这个记者会大家是很沉痛的因为民进党从11月24号败选到现在，我发现到我们的总统也好，或者是整个民进党的人也好，好像都乱了套。那么乱了套到从你看从蔡英文选后跟柯蔡会，然后之后伤了很多支持者的心，之后接下来就是管中闵这个任命案，然后我们的总统还说他是他是看警讯才知道，然后他是错愕怎么样。可是问题是事后大家都很清楚这件事情，他不是你蔡英文总统你的私底下你认可的你默许的，否则不会做这种事情。否则一个区域的教育部长竟然可以根本不理行政院长，跟他说你站我一下，他直接就做了，做了之后还公文投诉给人家，之后你就辞职了。那背后到底你们做了什么交易？那这些种种，让我们独派人其实或者是不要说独派，而是台湾人啊，就是我们真的坚守本土价值，我们真的看到现在真的觉得这么的荒腔走板。你看2020的选举要到。台湾让我们这些真正的台湾人，甚至我非常忧心。我们忧心的是，现在美中已经要贸易大战，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执政党丝毫不作为。美国释出了多少善意？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
多少的善意给我们这个政府，结果我们 这个政府竟然一副充耳不闻的样子，每天只想着内斗。所以我们因为接下来1月6号你们就要所谓产生党主席了，我要在此呼吁很多事情。第一个，我建议蔡英文总统拜托适可而止，现在热嘛，好、哦、你就不要再想说你还要再连任，因为你这样子会拖整个民进党人或者整个台湾人去撞墙，这点是我非常非常忧心的。然后第二点就是，如果你这个党主席你要产生的时候，麻烦你不要再跟我讲，你要至少要跟我讲清楚，不要说什么两岸一家亲，我不是要那个亲，像卓荣泰讲的说啊，我们呢不是，哎，我们不是要一家亲，可是是可以亲，请问是要怎么亲啊？非洲猪这样想办法，想尽各式各样的办法，要让非洲猪进到台湾来，我还要跟这样子的人亲，对岸多少的飞弹对着我们还要跟他亲，请问是你要怎么亲？然后呢，我们那个尤一龙更好笑，他竟然讲说啊，你们对两岸一家亲啊，这个东西你们不要怎么样，不要穷追猛打，不要释出善意。请问一下，我们释出了多少善意给中国了？所以我要问清楚，你们要当党主席的人，你们至少要跟我说清楚一件事情，你们对中国的态度跟对美国的态度，你要跟我说清楚讲明白，因为台湾就是这么小，你不可能双脚打，你不可能脚踏两条船，脚踏两条船的后果就是一定是淹死的。好，我再讲一遍，我希望这个事情你们党主席，你们要第一个要接党主席，每个人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然后第二点就是，你们拜托选出一个大家都可以认可的一个总统候选人，然后在此也是呼吁蔡英文总统拜托适可而止，居安乐嘛，你不代表整个民进党，民进党也不代表你，只是当初选出了你出来，可是你让人民失望了，这是我们再次沉痛的呼吁，拜托一下，连一个管中闵、叶俊荣是不是你在背后主使的，你都不敢承认，然后还要发布很奇怪的新闻稿在那边做澄清。现在最好笑，现在竟然说听说今天就说什么对，说苏贞昌要当行政院长，而现在就竟然把矛头指向了苏贞昌，说呢管中闵的让管中闵任职是在帮苏贞昌清理战场。现在又找了替死鬼，现在就是又是苏贞昌了。如果你们还是永远都在内斗内行的话，我跟你讲，我们对这个党真的是没有什么期待，接下来我们就会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了。在此敬告民进党跟蔡英文总统，谢谢。接下去请我们郑文龙律师。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记者会其实就是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认为民进党2020的总统人选这个议题，还有一个议题是关于他们党主席的选举，我们台湾社团要表示意见。那我们要表示以下的意见，第一个就是我们认为小英总统2020请你休息，你辛苦了，2020请你休息，不要再出来。这个是我们今天台湾社团要给小英非常明确的信息，如果你继续要出来，我们这些社团跟支持者绝对不会投你，不论你认为我们是绿的还是深绿还是阿猫阿狗都好，我想最起码这些阿猫阿狗加起来最少超过100万，这一群人一定不会投你。那加上所谓的中心选民最少也100万，也不会投你。这是2018的大选已经看得出来，跑掉200万票了。你已经成功的切割独派，成功的切割喜乐岛，成功的切割阿扁，所以你得到了一个成就。这个成就是李登辉总统想做一直做不到的，他想要有一个台湾国民党。小英已经成功的把民进党直变成
台湾的国民党，所以现在是两党政治，一个叫中国国民党，一个叫台湾国民党，民进党不见的。以前我们所认识的坚持台湾价值，坚持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民进党不见了，我们要呼唤民进党，你赶快再回来吧。那同样的，我们也呼吁民进党，你们要给赖清德一个机会。现在所有的民调一致显现，不论是蓝营的民调、绿营的民调，或所谓的中间的民调，小英你都是绿营的，算是最后一名了，或是你跟这个吴敦义两个在竞争最后一名，看得出来，现在绿营大概最有可能的一个，在2020还有机会的，就是赖清德。我们希望民进党要留赖清德一个火种。那当然，我们今天民间社团，我们没有说一定要赖清德，我们只是希望说要给赖清德机会，然后透过民主的程序，透过民进党的民主的初选程序产生。我们知道民进党的初选程序，以前党员都还可以投票，形式上、实质上都还算民主，但是我们不了解为什么小英执政任内，全部都由党主席说了算。所以看得出来，小英带领的民进党的这个阶段完全背离了民主价值，完全学传统的国民党的那一套专制独裁的那一套。所以这一次2018小英的带领的民进党大败，有绩效可循。那今天我看到贺德芬老师，我昨天也在这个政治大的三立，其实大家都对他非常推崇。那我看到他，坦白讲，又喜又忧了。我记得在25、26年前，就是那个野百合运动的时候，那当然贺老师更早之前就在台湾民主化运动在街头。那我们这一群人呢，在国民党时代呢在街头，没想到民进党执政时代呢，我们还是在街头。我们为了什么？坦白讲，我们为了大概是12个字了，前面8个字就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后面4个字台湾价值。我们坚守台湾价值，我们坚守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8个字的价值。所以为什么贺老师以前我们在学生时代就看到他在街头为这8个字为台湾在奋斗。好，现在我们也跟随他的这个脚步，我们也在做，但是没想到他退休了还要来站出来，我看到他是非常敬佩跟高兴，但是也很不舍，就是长期替台湾奋斗的这个讲人权、为台湾人权、民权、民主、法治的老师还要继续再出来努力，这个我觉得是现在的执政党应该汗颜。以前的民进党是跟大家站在一起，在坚持这个价值，
但是我们发现，执政之后的民进党，离这个价值越来越没有方向感，跟所谓的台湾价值越来越模糊。所以刚刚李川信教授讲的，还有像肖老师讲的，就是我们最这一年两年来的观察，跟其实以为不可的地方，也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么多的团体要站出来呼吁。我们今天没有要调子，没有要批判小英，我们只是说，小英，你辛苦了，2020请你休息。那请民进党给赖清德在2020一个机会。那第二个主题是，民进党的这一次初选，我们呼吁民进党应该回复到一个民主的机制，而且现在这个两个候选人，我们都不应该有所谓的保皇派、内定派，尤其是我们认为说，绝对不能在内定小英，然后带民进党整个去撞墙。这个是今天我们要站出来呼吁最大的目的。那这个啊，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别的事来请教各位前辈商量啊，所以参与了这个这场记者会。刚刚这个郑律师他很担忧我这个老命不保，但看不到台湾的前途，大家都为了这一点都会觉得很伤心啊。我其实从小是生长在一个国民党的家庭，我是外省第二代，所以我们都是在国民党那样来源底下啊，中党爱国是我们一贯的一个信念。这样的一个结构呢，到我大概1990年代，然后也看台湾也正在是一个关键的年代。然后我后来作为一个学校的老师，我一直自诩自己应该要超越党派，作为一个真正的公共的知识分子。所以1990年代，我跟陈世梦两个人引了一批台大还有各校的教授的公开烧党证，退出国民党。啊，我那个时候已经有20多年的党史啊。退出国民党以后，我也没有再参与任何的政党，说我根本就一直期许自己超越党派。所以2006年，我也带头反贪反扁啊。那时候其实是我一直在怂恿施明德，然后我最早做发言人去推动这样一场运动。到2008年，因为有这样的一场运动，所以同时马英九又上台，那个时候他也是得了非常高的票，民进党跌到谷底。那到今年到2016，然后国民党的这个执政也是失败以后又翻身，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政党组织，这也是我这一辈子愿意用生命来投入这样台湾的民主界，想要建立的就是一个政党政治。我认为政党政治的轮换是正常的。可是今年蔡英文执政两年半以来，我们看到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不安跟危险，所以这个老命只好又提出来走上前线。因为他这两年半的执政呢，我们看不到任何的希望。而且原来不管各位所坚持的任何的这个价值，慢慢在流失以外，我们看到我们的强敌临近，而这个执政团队居然是采一种卑躬屈屈、讨好投降的态度，完全没有一个意识要去保卫台湾的安全，那根本不要谈台湾的价值。大家还一直在努力，选前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讲要教训蔡英文，要教训民进党，民进党是最大的讨厌党，讨厌民进党是最大的党。那时候我都觉得要顾全大局，所以我一直都在劝你，为了蔡英文是很讨厌，可是你如果为了要发泄自己的情绪，
然后会葬送了台湾的民主政治。果不其然，大选的结果真是让人太震惊了，因为原来我们收到的讯息都说这中间有太多的虚假的讯息。台湾的人民是有智慧的，会选择的，不会这么轻易上当。没有想到的结果是台湾人民是这样的做这样的选择，那这个当然是让我们失望透顶。那当然我最大的一个压倒他这个当然是管案，当然是管案啊。管案我们反对的理由非常多，不是属于大学自治，因为它是国家法治威信的一个基础。你连教育部、监察院跨部会的会议都很明白地说，在这个违背正当程序，很多违法的事情，它都还在司法调查之中。台大是什么样的一个学术界的龙头地位？台大的校长，我相信中国都了解，他需要有什么样崇高的一个学术地位，才能担当这个职位，才能获得国际上的一个尊荣。结果就一路在学校校园里面，国民党的党团的少数几个人的操控之下，我们选出了这样的一个品学俱不优的人，这个所谓痞子型的人，到今天他有多少的黑暗慢慢都要被揭发出来。贪婪，假借着官员的名称，你想我们写文章一篇文章有几个钱，他写一篇文章可以上万，那就不是利用他的权势，他甚至可以写文章夸扬自己，用匿名的方式。这士大夫无耻，还有比这个更无耻吗？而且他对台湾有什么贡献？我觉得蔡英文也是这样，他为什么今天会这么样的昏庸无知无能？他从来没有参加过30年来我们的民主运动。各位什么时候看过他？什么时候看过他为了争取民主而上过街头说过一句话，或联署做过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他从来都是在国民党的羽翼底下做的官僚。他甚至在做政大副教授的时候，我有听说他其实就违背规定在外面兼职做律师了。这么一个根本没有法治概念的人，因缘际会居然做了反对党最大的领袖，然后居然做成了执政党的总统，所以他今天有这样的表现也不出人意外。可是我们能忍受这样继续下去吗？他如果像今天他连什么叫做学术自由他都不懂，他在那里胡说八道，还要谎话连篇，根本就是跟府院串通好了要叶俊荣来放水。这个剧本是在叶俊荣7月16号做教育部长就已经写定了，他今天敢欺骗国人，说这是学术自主。我一再说这不是学术自主的问题，这是违法的问题，是法律问题，必须法律解决。你用政治力量，大学自治在教育部不管哪一个执政党任内，每一个教育部长都失职，都要追究，因为他们用学术自主作为遮羞布，凡事就推给学校，然后放纵私校，放纵财团，把高教摧毁到今天这个地步，变成财团在操控的一个高等教育，让我们的年轻学者依附在这样的一个经费分配底下，完全就没有骨气，没有发声权。因为他一敢讲他的研究计划，他的前途，他的升等都被钳制了。可是教育部向来就用学术自主推诿自己的责任，事实上呢，他用所谓的作业计划 SCI 这种种来操控大学。今天明明是一个依法行政、国家法治威信的问题，连总统府都敢用大学自治做遮羞布，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这是压倒蔡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在发动罢免蔡英文，罢免蔡文非常多人反映都认为只有这条路可走。可是我知道台湾的政党政治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我们当初是怎么样扶持一个反对党能够跟两个政党能够公平的竞争，
我不愿意民进党就是在蔡英文的带领之下去撞墙去投海。现在如果让蔡英文还是贪图他个人的权位，站在他这个总统的位置上，他会把整个民进党都带向死路，都带向一条死路。因为大家知道他不可能选上的嘛，他不可能选上。以今天他的这样表现的无知无能昏庸，谁还会选他呀？你看看他对柯文哲那样的态度，谁还有脸面让我们的国家元首是这个样子吗？我都不好意思用不好听的话来形容，到底他是国家元首。所以我要就我们要大家要还要为民进党保留一点生机，就是请民进党自己能自觉赶快除掉蔡英文，请他回到蓝营去。他本来就蓝营出来的，他是蓝营的官僚出身的，他从来没有为台湾的民主贡献过他的血泪，请他回蓝营去。他今天连台大都可以放纵，都可以出卖的红的蓝的，台湾还有什么价值？还有什么价值可以维护？他还要带着我们好不容易建立的政党政治创向死路吗？所以民进党要自救，因为我们也希望有第三势力，两党都够烂的，希望第三势力能够起来。可是在这个之前，我们还需要能够有平衡的政党。所以无论如何，如果民进党不能自救，那只好我们就是真的发起罢免蔡英文。我不管你民进党你死活了，我也不是民进党党员啊。然后我就是一直维持自己，我绝对跟任何政党不牵扯任何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个各位这个各社啊，对民进党很多要求，我同样有要求，那是基于台湾政党政治的延续，我不是对民进党有偏爱啊。如果你民进党不挚爱，那就跟着蔡英文一起去死吧。谢谢。感谢贺教授啊，接下来我们请蓝色秘书长陈峰慧老师。好，对不起。我是南翔副秘书长哈，感谢。这个时间点确实是一个关键时刻，这个关键时刻牵涉到2020年选举。那民进党是咱几廿十年来所扶持的，对地方一直到中央安尼一个，咱所想的民主政党。但是到目前这个阶段，阮发现讲，民进党他没有正面的去看。现在台湾非常多的严重的议题，没有非常严肃的把中国当作一个应该要是敌手这样子的一个对象。因为从最近的这个非洲猪瘟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完全没有要详细通报相关资讯，就是摆烂，然后尽量围堵一些消息。那这个是会对国安有很大的影响。那还有之前到最近的，其实已经好多年了，中国非常多的人来没有限制的买地买房，这样的问题其实都是国安的议题。那我们所寄望的民进党，希望是在他执政之下能够实践台湾价值的议题，其实当然很多。那从转型正义没有办法去落实，其实很大的原因真的是政府本身。促转会虽然是一个有被授权的机构，但是从我民间角度看，促转会其实没有受到官方非常正面跟完全的支持，变成是促转会所要做的议题，那政府呢好像又用一些话语话术去讲，好像不是他的责任。那这个议题是牵涉到很多层面了哈，那这都是只是一些例子。那我们最重要就是觉得说，有关中国因素的介入，有关中国对于贸易或者是国安，或者是之前我们所谈的新闻资讯的侵入，买媒体买房买地这些等等，其实都是非常严重的议题。我们不能够只是看成一个单纯的对岸，那如果是真的只是一个对岸，其实我们有那么多的对岸，我们应该要更重视的是，譬如说南进真的有怎么样的一个好的政策吗？也看不太出来。那只有关怀在虚假的
中国的内案，事实上真的是很不智。我们应该要跟随国际各先进国家的脚步，赶快把中国相关对台湾有任何侵害的可能性的这些议题，通通都要非常严肃的当作最高层的国安议题去处理。在选出之后，其实我们就一直很担心民进党的检讨会检讨错方向。其实有很多的社团或者是一些年轻朋友纷纷都在脸书上换上大头贴，写着我跟主流社会没有共识。他们所讲的我跟主流社会没有共识，是指对于选举的结果跟公投的结果的失望，然后会觉得说到底这个应该要坚持民主进步价值的政党到底是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呼吁，对于这个民进党主席的这个选举，如何选出一个适当的能够带领整个党然后走向正确的台湾价值的方向的，请民进党三思。哎，我们第二一群这个各社的负责人，各位媒体，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简单的有两点，第一个对蔡总统的期待。希望他在这个时候能够找回本土政权、本土社团的一个信心。在以前，2016，蔡总统是靠着一个很好的愿景，然后得到那么多支持，所以他很顺利的当选。那么希望他现在重新 review， 重新去检讨他的愿景，未来的愿景，这样子把这个本土政权的力量把它集结起来。哎，第二个我对这个民进党的一个期待，我希望新的这个党主席，有一个要。这一次造成2018的失败的有一个很大的那个现象，是党工人员跟本土社团的一个互相矛盾，然后他没有用一个说服或是沟通或是协调的方式，用打压的方式，这个是不对的。社团他有表达声音的权利，党工没有打压这一些本土社团的权利，你只能用沟通、用协调。我记得2018这一次失败最大的败笔，就是党工人员的态度。希望新的党主席这一点要非常注意。啊，这个如果是你党工用这个高的手段在解决你的问题，解决不了问题。谢谢。接下去我们请基层社员啊，北社的社员啊，蒋明文社员，他也是党员啊，我们听听他的心声。我十五岁，初中二年时哦，到你金门就，都会要去的济南哦，中二路遐。听阿家变做东华杂志，你看咧，啊，其实我是看我爸咧，啊，我直直对吼，嘛讲对我讲台湾会出头天，家己会当做一个主人，甲即摆来啊，即摆伊阿食落啊，83岁，我看我日子也无目睭。阮老爸要死，阮老爸97岁要死的时，阮的阿姊囝，伊讲，爸爸差不多要回去，去阿妈2:45阮过休。我阿哥伫社团内底无眠无日，要因为包一寡物仔要阿叫咱全国的一寡社团的。我你参加哦，这社运哦，
我拢常常无眠无日的啦，啊，捌两三天拢无睏。而且讲一寡社团的，啊，是讲大型的运动，拢无怨无悔，拢安尼无眠无日的拍。所以讲，到今仔日来，才感觉安尼茫茫渺渺。煞伊较早拢对主流咧行，啊，即摆吼煞找无主流，感觉真灰心安尼。大家甲我讲，啊无钱啊吼，嘛要爱来去投票安尼。但是想讲，啊当前煞无。啊，想讲啊无迄工来当场吼，提一张纸条，来去遐甲烧掉。啊，想讲咱即个小小啊，无啥物大流量，啊无吼。所以我感觉吼，切啦吼，其实想我无要去投安尼，吼，啊是讲五万啦，啊还佫一刷希望啊，五万讲民进党吼，爱觉醒啦，吼，啊咱较早嘛想讲哦，新潮流的嘛真好选举，吼，啊选举来当摕到执政嘛是好安尼啦。中央伊遮一寡咧，头壳拢袂歹啦。但是我感觉吼，就是讲，变做大家执政了吼，自私的心理安尼，自私的心理无正经对待完安尼，真正拍拼，就感觉就怨叹讲，台湾人可能无够人啊，日本人来太一寡，啊遮。中国派才来，安尼抬一寡，所以我感觉真失望安尼，一寡家人是毋是死了了啊？啊，即摆就是讲台湾哦，一个问题就是讲，即摆说比即寡罗马高手啊，哦，啊什么鬼神，拢遮咧操作。台湾那这个有神哦，免得遮。即阿鲁不熟的人吼，都爱哩画起画落，什么动啦，什么死啦，什么僵啦，即根本就是拢一寡好唔正人哩操纵的。啊，台湾啊，即个有神吼，那会当讲好即人哩操纵。所以讲吼，人的恶动吼，比神比鬼吼，啊个。几啊十倍厉害！我即摆就是希望讲，嘛是还佫有一线希望啦。民进党，咱比如讲，即摆要亲中国，还是亲美国也好，只要吼，有一个国名，一个国名，啊，甲即个中华民国即个吼，即个根本都无户口的人吼，甲按了倒。这是我吼，我日子也无偌久啊，83岁，我食应该无贵，最大的希望，啊，多谢各位。好，非常感谢，蒋大这么痛心的陈述，我听起来也是非常的难过，是很过，深深给蒋大道歉。我们也是希望说。民进党能够彻底的反省，台湾可以断送在你的手。今天替我们见，韩秘书长。市长、各位社团先进，大家好。我个人今天参加了两场记者会，一个是在凯校早上，他们有一场也是针对民进党这个中生代接班的问题去做。然后刚才又到一个台大那边又参加一个年轻人他们的聚会哦，然后我感觉就是说这次民进党的做法，其实我个人也是民进党的终身党员哦。那我自己对民进党的他的标语“勤政、清廉、爱乡土”哦，这地方是让我很感动的地方。他的精神，创党十三人小组那时候在瓦底格隆党，我在高雄那种感召，是觉得我们身为台湾人应该为台湾这些代志。可是这次的选举出来，我们看到网络上对于民进党的大败，整个绿油油的一个
的台湾变成来天铺地的台湾，甚至已经很多人话虽蔡英文说怎么样，蔡主席再怎么样也是我们曾经加盟的这个希望，那他也曾经承担历史这个贡业，我们也是对他承担历史贡业感到非常的感激。但是民进党在细节的部分来讲，让人民没办法的了解，就是说改革就算了，改革必须大刀阔斧，那是没有话讲。但是有些细微地方，比如说这一次台北市长的选举，我们明明就支持姚文智，我们明明就支持姚文智，党中央也希望本土社团支持姚文智。为什么卓荣泰秘书长在前几天、前些日子说，民进党已经帮柯文哲两次了，啪啪，打到我们民进党支持者的脸，好痛，好痛。柯文哲又讲一句话，中山大同的市议员陈思宇一定上，一定上。我们很多朋友年轻人都讲了笑脸姑爷的公文公，哎呀，陈思宇跟何志伟的选举就是姚文智跟柯文哲的再次翻版，所以也不用去浮选什么鬼，因为那个根本就是陈思宇温屌。虽然我们是民进党党员，但是我觉得说这种氛围做这样子，我真的很不希望说我们支持的这个民进党年轻人好不容易在318学运之后对民进党大力的整个改观认同，没想到一些内部的做法跟党的意识，让整个部分整的让年轻人觉得说，甚至让中生代觉得说怎么变这样子？那这次选举，你看被人家地方耳语在讲，选的全国的县市长里面来讲，新潮流跟郑国辉的斗争依然在持续。你看看陈其迈、正义连线，过去正义连线被人家归位成鹰派，然后林佳龙、郑国辉，好、哦，然后呢几个县市首长。几乎都新潮流，除了那个林佑昌之外，林佑昌是郑国辉之外，其他都大叔。然后今天十点，郑国辉的代表的头高志鹏委员也被莫名其妙说他被判4年多的一个贪污的罪嫌。听办公室的同仁跟我讲说，他们完全不知道 what happened， 就这样子突如其来，是不是后面有一只手在这边去让这个党？产生了一个奇怪的一个作用，很多人会去猜疑，哦，不是说怎么样，民进党曾经给他感觉是他是一个大明大放改革的党派，我们本土上北社、台湾社也因为肌肉的理念，我们支持这个本土政权，一直支持到现在都没有中断。他们理念，他们只要民进党推的人，我们社长、我们的理监事都会说，来卡出来，改站虾，改激情。可是到今天到这一刻，我们北社的资深的志工的简爸。刚刚讲那么多话，地方的耳语，我相信党工基层的，包括党地方党部的主委，拢知影，拢知影。我个人是六字头的，我是算是也算中生代老，可是问题是我刚刚讲这部分走到现在，我是觉得说，哇，今天早上凯校他们也在那些教授来讲说，民进党选成这样子，那蔡英文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那不是蔡英文一个问题，由他一个人单可以。可是为什么他是当党主席的情况之下，让奇怪的事情都发生？姚文智的事情支持变成了让被他解读说，立即表面支持姚文智，实际上是支持柯P。第二个，管中闵，最喊、最可、最扯。为什么行政院可以？如果行政院是管教育部，为什么他可以不能把教育部的命令给收为成命？啊，那还要让管上任之外，还把叶俊荣 fire 掉，那这是什么？那为啥觉得说安喜阿诺是怎么样呢？没有，叶俊荣没有被 fire， 是光荣的荣腿。那是好听话。我们贺老师是我们台大荣誉，我是台大的学生。贺老师，我们尊敬的贺老师，他跟我们讲很多。其实我们在台大所受教育告诉我们，台大是民主自由的一个学堂。在过去时代，傅斯年讲军队政威权是不能进台大校园。我们对这台大的精神一直感佩至今。所以在台湾民主历史上，台大一直在台湾的社会跟国家都是中流砥柱。今天我们台湾社这个社团，在很多资深的长辈跟一些前辈的努力之下，为台湾努力。昨天林国庆委员、前委员，他在 FB 讲了一句话：一群人花了30年建立了一个党，可是被一个人在2年内让他整个崩溃。呜呼啊，
FB 有啊，林国庆委员，有人把这结果听，我是转述，我不是讲这个，我对这个话我保持一个保留态度，但是改革是需要努力，需要勇气，我佩服蔡英文主席总统他的改革的决心，但是民进党整体的情况来讲，让我们觉得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也希望年轻的声音也让党庄借由今天的记者会让我们知道，咱希望讲这真正奋斗进款真正爱站起来，中国人中国势力不是不好，他们的制度让他们人变得不好，让我们影响变成这个样，变敌国。可是今天国民党执政起来，过去我们最不喜欢那种情况又浮现出来，韩国瑜去那个高雄果菜市场那个作秀，三点起床42分就离开果菜市场，回去市场管理补眠啊，那样子那个样子，让很多人觉得说奇怪啊，这是真的市场还是怎么样呢？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对民进党还是有期待，为台湾的本土政权还是有期待。拜托，我们今天记者会提了一些问题，民进党要带台湾去哪里？面对美国台美的关系要什么态度？对中国的因应对策是什么？他阿扁总统的司法特色的情况，跟2020年民进党的总统候选怎么产生，机制怎么处理？不是只有蔡英文主席的问，不是针对蔡主席，而是针对整民进党的体制变成这个样子，造成的局势让人民非常的失望，骂声连连。2020民进党在执政的机会，我们真的不希望像民间所说的已经微乎其微。我们大胆预估，如果民进党2020失去了，要八年才有可能再翻转，那很多特别的事件在引发，那怎么办呢？我们真不希望这样子，所以我们对民进党的情况，我们是希望今天开始起会是希望鼓励新的民进党主席，他的历史任务要大破大立，要好好的去做，让我们年轻人，让世代这一世代的台湾人能看得到，那真正咱家王的本土建款，咱站起来，拜托，谢谢。这一次如果失败了，台湾人要沉到太平洋底下。各位媒体老师有没有问题？我再补充两点，一个是针对民进党的部分，我刚刚听了资深的党员还有年轻的党员谈到说，民进党的核心价值，其实我们期待民进党的党主席、新党员应该要很明确的把主流的价值保留在民进党中间中央，让跟随者有一个预选。那另外就是有关于党补身啊，应该有一个啊，我想派系是很正常，但是派系要我们讲的平衡共治，不要因为一派系独大之后，所谓独享所有自由，我想这个是过去民进党应该去避免。那最后我要谈到有关于这个教育部分，其实是让我们忧心的，说在民进党全面执政下，竟然还有不少的中小学，甚至有一些团体跟中国那边共同编辑教科书，在学校普遍来运用。我想把中国当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讲得很清楚。那你有必要说为台湾人民培养真正的中国人吗？那我们怎么去抵抗真正邪恶的中国？另外，也不少学校也发现到，既然圣诞节的卡片上面信封告诉我们的年轻小朋友要当一个为共产思想的一个什么旗手，我想这个是都太离谱了。那既然这些东西都会在台湾的教育界出现，我想是民进党执政不是靠中国人，敌人随时在我们身边，真的是会跌就在你身旁，要特别特别提醒，谢谢。梅女老师有没有？没有，那我们谢谢大家啊，今天记者会到此为止，谢谢。十月党没有酒了，十月党没有。之前还有中文社的处长在。
好，谢谢我们台湾社的社长。我想很多台湾人民总以为说啊，两岸一家亲只是一句话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的意思，其实那是包藏祸心。所以我们台湾人应该有更强的危机意识，这种已经事态这么严重，中国透过任何的一个管道，包含利用选举、利用假消息、利用很多很多的收买人心等等，其实也看出来，中国其实是要把台湾利用最便宜的方式拿下。我想中国也没有能力用武力，我想他是用金钱来收买台湾，所以期待台湾人，那未来应该强调，我们希望跟美国、跟其他友邦的一些国家，是一个建立一个两国一家亲的概念。我们要抵挡中国所谓的利用两一家亲来收买台湾人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下去我们请那个夏秘书长